La verdad es. La verdad que es. Hiro.柳丁同学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嗯，报告老师，对不起，我睡过头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赶紧坐下来，老师要开始上课了。啊，好险有赶上。哎，这是什么声音啊？哎，我好像也有听见呢。我很确定哦，这个声音是从这里传来的。 好像是他，叫叫叫叫叫，到底谁在叫？快来叫一叫，哦叫叫叫，叽里咕噜叫，求你别再叫，到底谁在叫？原来是你一只脚，我的肚子受不了，早上上学怕迟到。 原来是我一只脚，他的肚子受不了。柳丁同学，一天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早餐，尤其是你们正值发育的时期，早餐更是重要。嗯，老师说的对，不吃早餐的话，上课没办法专心，学习效果也会不好哦。嗯，田竹鼠同学说的很对哦。 嗯，老师，老师，我也知道哦。如果没有吃早餐呢，会造成人体的营养失衡，而且抵抗力还会变低哦。嗯哼，羚羊同学也说得很棒哦。哇，羚羊同学，你好厉害哦。嗯，如果长期不吃早餐的话，会造成我们的能量、营养素摄取不足，我们的免疫力、抵抗力就会大大的下降。 啊，老师，可是我又不是故意不吃早餐的。啊，那是为什么？其实啊，我昨天做了一个好累好累的噩梦哦，才会没有睡好睡过头，都是梦的错啦。我才不会，没有吃东西，然后还迟到。哦，你刚刚说你做了噩梦，柳丁同学，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？ 好哦，哇！梦到了一个好奇怪的瓦卡萨酋长，还一直追着我跑哎。瓦卡萨酋长，对呀，他呀总是这么说。右边部落叫瓦卡萨，也可以上网打电话。穿好瓦的大酋长，名字叫做瓦卡萨。右边酋长叫瓦卡萨。 瓦卡萨酋长最爱穿皮鞋和西装，每天吹头发，打扮成马头的模样。瓦卡萨卡瓦卡萨卡，帅气的步伐。瓦卡瓦卡萨卡瓦卡，时髦的酋长。右边部落叫瓦卡萨，瓦卡瓦卡，也可以上网打电话。瓦卡瓦的大酋长，名字叫做瓦卡萨。右边酋长叫瓦卡萨。这到底是哪里呀？ 这里是瓦卡萨部落哎，瓦卡萨，萨卡，快点，萨卡瓦，嗯，啊，瓦卡萨卡，瓦卡萨卡，瓦卡萨。
用的葫芦叫萨卡瓦，这个地上种满野花，山猫抓了大车长，名字叫做卡巴萨，有个车长叫马卡萨。柳丁同学，柳丁同学，对了，老师，就是刚刚那个噩梦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！老师问你哦，你睡觉前都在做什么呢？我都会看一本书才去睡觉哦。什么样的书呢？那个《原始丛林大冒险》，很紧张，很刺激哦。哦，这本书很好看哎，我每次看完心脏都蹦蹦跳的哦。这就难怪了嘛，老师建议你们睡前可以听一些舒缓柔和的音乐，才不会做一些紧张的噩梦。音乐啊，老师，那要听什么样的音乐啊？像是长高精灵。营养不只是小朋友长高的关键，睡眠也是很重要的关键哦。圆圆的月亮提醒大家快睡觉，午夜的钟声就要响起来，小小的精灵偷偷飞到你身边，悄悄地念出它的魔法。长高吧，长高吧，长高吧，乖乖的小朋友，我要用我的魔法让你长得高又大。同学们，老师问问你们，睡觉之前应该做什么事呢？我会整理好书包，我睡前会刷牙，我会盖好被子哦，而且要跟爸爸妈妈说晚安，很棒哦。圆圆的月亮提醒大家快睡觉，午夜的钟声就要响起来，小小的精灵偷偷飞到你身边，悄悄地念出它的魔法。长高吧，长高吧，长高吧，很重要，不过现在是上课时间呢。下课了，下课了。谢谢老师。同学，你怎么还要跳舞呢？同学，老师今天都还没有上到课哎。今天的画画魔法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，小朋友一起想想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。吃一片披萨吧，真的好好吃哦。
吃吗？赶快吃。奇怪的话，我怎么都听不懂啊！哦 ，Q 姐姐，跟你说，我刚刚在明明游乐园里面捡到了一个神奇的信封哦，打开来看，长这样子哎，哦，上面有圈圈、叉叉跟三角形，这些图案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哦吼，这是神秘咒语。迷迷魔法屋入场券，真的吗？国王，国王说，我刚刚捡到的，它是迷迷游乐园里面有个充满神奇魔法的迷迷魔法屋，那个就是入场券呢。哇，入场券呢？那我也要去。小小咪，你们也想去吗？我也想去，不过我们这边总共有14个人，可是入场券只有一张哎。啊，那怎么办？大家都很想去耶。要是有更多的魔法入场券就好了。Money money ho！ 想探索新奇的魔法，变身成各种奇特的生物吗？快跟着我进去魔法世界吧 ，Magic！ 嘿，这不是迷迷魔法屋里面最厉害的羚羊魔法师吗？羚羊魔法师来，那请他把我们编进去，我们就不用门票了耶。不不不，不是这样的，要进去啊，还是需要魔法入场券才可以哦。普通的票券可是没有办法的哦。小小兵，你没有魔法入场券吗？没有，我也没有。羚羊魔法师，我们现在只有一张入场券，请你想想办法，让我们大家都可以进去，好不好？当然有办法啦，只要我念念咒语，就可以把一张变成1、2、3、4、5、14张，这样子啊，每个人一人一张都有办法进去喽。哇，那太好了，那就麻烦羚羊魔法师赶快变魔法喽。好，没问题 ，money money。哇，小小兵，我少了一样魔法道具哎，没有它我就没有办法变魔法了。哈哈嘿，还是得国王我亲自来搞定咯。到底少了什么魔法道具呢？我们一起来找找看。认知大考验，记忆3秒钟。请看，请用最快的速度记住这三种不同功用的棒子。1号火柴棒，2号加油棒，3号魔法棒。预备。记忆3秒交，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好的，请问羚羊魔法师，你需要的是哪一种呢？哈哈，当然是让小小兵来回答喽。请问你们还记得是几号可以帮助我变魔法吗？3号。那你们知道3号是什么东西吗？会是3号的魔法棒吗？国王，恭喜你们答对了！恭喜大家答对了，还帮我找到魔法棒，而且魔法入场券都在这里喽。那小小兵，我们可以一起进去了，你们开心吗？开心！太好了，那我们就出发喽。好诶，我们一起。等等，想去没那么容易。
得有特殊的交通工具。特殊的交通工具会是什么啊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国王，你可以赶快告诉我们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张大眼睛，拼图猜猜看，一起猜一猜。今天要猜的答案好像常常可以看得见呢。仔细观察图片的线索，待会音乐结束之后要把答案说出来哟，加油！时间快到滴答滴，快快快想一想，时间快到滴答滴，倒数计时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小小兵，你们不要看这个答案只是个普通的打扫用具哦，只要会魔法就可以坐着它飞来飞去。请问你们知道答案是什么吗？扫把。咦，有的人答案是扫把，有的人答案是拖把，请问是扫把还是拖把呢？扫把。哇，我们答案是扫把。答案会是扫把吗？请国王公布解答。答案就是扫把，恭喜你们又答对了。答对了，而且还是飞天扫把哦。哇，好棒啊！我要飞飞飞上天。哎，可是我看那个扫把就是一个普通的扫把，真的能够飞上天吗？当然没问题咯，不过还少了点东西。少了什么东西呢？可以告诉我们吗？别急别急，声音听听看。一起听一听。给大家一个提示吧，平常啊，妈妈在厨房煮料理的时候都会听到这个声音哦。你们知道是煮什么的声音吗？煮水。煮水吗？嗯。哦，那我们跟大家说是什么声音？煮水。哦，我们答案是煮汤或是煮水的沸腾声哦。答案会是煮汤或是煮水时候的沸腾声吗？国王。是煮汤煮水沸腾的声音，答对了！恭喜你们又答对了！哦，我知道了，国王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要加入一些煮好的药水，放在我们的扫把里面，这样它才会变成飞天扫把哦。嘿，那我们的魔法药水已经煮好了，我们赶快来试试看啦！哎，等等等等，药啊，刚煮好，非常的烫哦，千万不能碰啊，免得受伤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只好先放凉一下下，先继续来猜谜咯。好主意，一起来动动脑，配对连连看。现在小小兵都已经换上不同的服装咯，我们一起来问问看，请问第一组的小小兵，你们是谁呀？小精灵。哇，他们是手上有神奇魔法棒的小精灵耶。嗯，真可爱。那请问第二组小小兵，你们是谁？交通警察。哇，是交通警察哎！每次啊塞车的时候，最需要的就是交通警察帮我们指挥交通哦。接下来是第三组小小兵，请问你们是谁呢？指挥家。哦，指挥家，我很期待你们的表演哦。现在三组小小兵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来问问看，国王，你要给我们什么考验呢？小小兵。这里有演奏厅、十字路口、魔法世界，请三组小小兵在限时时间内拿着自己的工具到达需要你的地方。请问三组小小兵都有信心吗？有。音乐开始就要完成动作哦。预备，计时开始。赶快想一想，要选哪一个？是哪一个呢？请问帅气的指挥家，你们选择的是哪里呢？对，帅气的指挥家选择在音乐厅指挥乐团哦。那你们知道需要什么棒才能指挥吗？
现在我们要来指挥《小星星》这首歌，拿好你们的指挥棒，预备备，开始！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最小声的，最大声的，小星星。那接下来换精灵小小兵咯，请问小精灵，我们在哪里呢？哇，小精灵，你们都有魔法棒哎，那我们一起在上面挥一挥，下面挥一挥，转个圈圈，一起说扑啊扑啊飞。哎呀，我的手跟胡子怎么飞起来的呀？真是太神奇了。请问交通警察，你们选择的地方是哪里呢？马路。马路也会在十字路口哦，而且交通警察的指挥棒是不是会发光呢？哦，会发光哎，因为呢，在夜晚的时候，交通指挥棒可以让路人或者是开车的人看得更清楚哦。那我们一起来，左边哔哔哔，左边哔哔哔，哦，右边哔哔哔，右边棒棒，跟大家说停。国王，请问三组小小兵都有答对吗？全部答对，恭喜过关！今天的挑战统统都完成了，成功！恭喜小小兵得到今天的迷你徽章，魔法真神奇，跟着我一起进去迷你魔法屋吧！猜谜小兵来接受胜利的 happy！ 耶、yeah! ！好，我们一起踏步走一走，一起唱歌。Happy, 我们一起 Happy 猜谜，一起游戏充满回忆。胜利胜利，我们一起庆祝胜利，一起唱着进行曲。好，现在所有的小小兵，我们都要变成小精灵，一起说噼里啪啦蹦，噼里啪啦蹦，大声一点，噼里啪啦蹦，噼里啪啦蹦。接着我们要来指挥音乐哦，一二三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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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变交通警察，一起说左边哔哔哔，左边哔哔哔，换边哔哔哔，换边哔哔哔。我们指挥得很好耶。那接下来我们要骑上魔法扫把，咻，一起往右边飞一飞，往右边飞，来这里，来这里，往左边飞飞。欢迎你，迷你魔法屋真有趣，一起说 magic magic。